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一起玩《勇者斗龙：创世小玩家二》。这边所有的武器已经撤了，除了那两队员，这个镭射我就留住吧。来哦，国王的要过去那边吗？不可能，先跟他聊一下。不能离开这里。OK， 修女很重要。可以。当然，请你做伙伴了，来，大叔。可以。密特，啊，这个。美妙歌声，哎，大叔，要来吗？OK， 还剩下谁？没有了，习德呢？Oh no！ 那你？难道习德已经跑了？哎，你跟这在干嘛？哎。可以啊，来吧。全部带回去哦。OK， 好吧，回收。这样满意的吧？还有这个，连天下太平的那应该 OK 啊。哎，好久不见！
和平到来的成就解锁。真糟糕。哦，哈喽，好久不见啦。来，哦，来哟，强壮的女孩。北边哦，蓝色开拓地。这一边，哎，这一边空的哦。那时候没有过去，也是下雪的地方啊。OK， 走上一个制高点，然后飞过去即可。哦，看到那牌啊 ，Go， 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哎，这里对。接了，嘿 ，good good， 掉伞，难得有雪的地方。有了，哦，城堡果然是，哦，要打造雪岩，还有做陷阱。盖城堡，
多开始。耶、yeah.。OK， 这个可以 up 的，不是要跟你谈话了，哎，可以 up 的。哦， up 到最满了，应该没有的再 up 的吧。确实很平坦。出发，走。边呐、啊，哦，不用设计图哦。打造雪岩，雪怪，OK。人人岛，让雪怪成为我们的伙伴，好哦。在那之前嘛，来，白爷，看那徽章有什么东西拿。给夜蒲，夜蒲，夜蒲。哦，这剑呢要等到38，哎有，领带、领巾、胭脂，嗯，耶，哦这件衣服守卫力15啊，穿开心的吧，来哟。人人岛，诶，哦，我想去这一边办件事啊。好，想挑战一下打这条龙，看能不能够打。走哦。一个人打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吉德不在啊，哎。
对哦，突然间想到这个。Yes。盖亚之剑，哦，棒！这么多人打，应该没问题啊。装备都有了，行的。对，感谢你们的帮忙。这新的装备跟武器还不赖嘛。OK。那基本上今天这一集影片也差不多到此为止了。若是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拜拜。